想要租我的房子吗？是的。汤姆先生你好，我是林小姐。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？看你的房子里有这么多的彼得兔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娘娘腔。喜欢他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哎，我叫汤俊。你为什么喜欢彼得兔啊？因为我没有女朋友。哦，汤，世界还真小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很幸福。我不是公主，却在橱窗里面遇到一位王子。你愿意嫁给我？我要结婚了。看清楚，身材是戒指，真正的主人。我未婚夫劈腿了。你根本就不配爱他。我是汤总裁特别助理汤俊。你们也别当先生进行调查。刚乔总监说有什么事情找林小姐帮忙。娘子，快快给相公送钱来吧。因为对我来说，如果两个人都有感觉的话，那就快一点在一起。可是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子糟？好像会有点太快了吗？你想见到他吗？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三秒钟之内立刻出现。